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八月二十七号嘅《啤李漫步》2024年啊。咁今日咧就都多嘢講嘅嚇，咁我哋就啊稍後就會講下我琴晚嘅遭遇，應該講奇遇啦。咁奇遇有咁多司機啊，係啊，但係咧又啊呢、這個佢呢一番説話咧，咁其實同我諗嘅一向嘅認知差唔多。咁但係因為講嘅人咧個身份問題啊，咁啊變咗咧就可以參考。咁當然啦，呢一個人佢嘅身份。講嘢係咪就代表一定係堅嘅咧？咁我都要大家真係有，即係自己各有所需啦。咁而家咁多資訊都要自己分析嘅啦。咁啊講啊呢個奇遇之前咧，咁我咧就啊，琴日好似我走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嚟離開 studio 嘅時候咧，咁有就好多網友課金啊。咁啊啱啱風叔豪就話咧，哇咁撚奇怪嘅，你唔話佢哋唔課金嘅，係啦，點解咁做咧？嗱，我今日我真係事實上多嘢做得滯啊。咁啊其實都。即係啊，公務太過繁忙，所以都未得閒咧，叫啲同事咧將，因為我要將個轉數快嗰個 number 咧擺埋上去啊 ，scan 都唔好啊，直情你用電話轉數快一識話。嗱，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就話，誒一見到我喺個街頭見到我會塞，即係100-200蚊俾我，或者上到嚟喂要課金，咁其實大把啊方法嘅啊，你可以 scan 一 scan 我哋嗰個 PayMe， 誒、哎、我冇 PayMe， 轉數快有啩。咁其實可能都冇咁，但係即係盡量啦，多啲渠道，大家請我飲杯咖啡都係好嘅。原本呢個紅色嗰件係嗰個 PayMe 嚟嘅，係啊。咁但係轉數快就係方便好多嘅，啊。咁啊 PayMe 有陣時咧，啊我自己成日因為佢自己自動 set 咗，咪有幾千蚊喺度，咁我都冇乜收 PayMe 嘅，自己又冇乜用啊。我多數即係大家知道，我多數中意俾 cash 噶嘛。好啦。咁啊我要講一講先嗱，有兩樣嘢關於啲生意嘅嘢。第一樣咧就係我哋不嬲咧，我就唔會喺個節目度好大力咁樣推銷我哋個淨血王啊。咁啊，當然有啲朋友上嚟啊，即係驗完血，咁可能會買淨血王試過。咁通常我哋驗完血之後，叫佢一個月後再翻嚟驗啦，都大獲裨益嘅。咁但係咧，最勁就係我個仔啊！我個仔其實咁後生就唔應該要食淨血王咁，但係而家啲後生仔真係即係太過暴飲暴食啦，或者即係。就啲指數唔係咁靚，咁啊食咗一個月，我諗今日就試翻行又去驗下血啦，哇靚仔曬！咁我就真係稍後啦，因為我太多產品啦，咁我就先再同大家介紹呢個叫做淨血王嘅嘢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？坊間咧有一隻即係有一隻糖尿病針咁，後來即係我嚟控制糖尿病，後來發現咧，咦，屌點解可以減肥嘅？於是乎咧，咁喺美國炒到成。皮一支㗎啦，即係英國就可能200蚊啊，200磅到咯。嗯。啊，香港咧咁我都有打嘅，咁啊於是乎大家見到我喺，即係雖然大家我仍然係肥仔啦，但其實我係瘦咗20-30磅嘅，嚇、啊、比我最巔峰嘅時候。咁、我冇做任何運動，冇節食嘅。咁但係呢支針因為要處方啊，咁亦都唔係咁容易買到喎。咁啊，所以咧啊，其實就有陣時甚至乎我醫生有我介紹咗幾個病網友去咧。俾個我醫生鬧鬼我，屌叫你唔好介紹人嚟咯，屌我唔撚想做啊，因為70幾歐噶啦嘛，即係佢就做翻我哋啲熟客啊。咁但係我話喂唔係嗰啲好撚淒涼啊，咁唉咁啊試撚蛋啦，咁佢哋嗰啲效果都好好。咁但係而家咧嗱，我就接觸咗個產品咧，似乎比佢可能更加會大家中意嘅。咁我即係了解一下先，聽日攞埋啲版啊，攞埋嗰個 FDA 啊啲嘢咧睇下。哇！如果係咧，屌你老尾閪我發啦！哇！糖尿病嘅人的音啊，糖尿病唔係好撚大鑊啊，係減肥啊！屌你諗啲糖尿病唔係好大鑊，因為我即刻問同啲女網友，即係啱啱上嚟傾開偈咧，減肥全部都唔使節食，唔使打針，唔使節食，唔使做運動，要瘦喎、啊，瘦15% 到喎，即係譬如你200磅咪瘦30磅，你百五磅咪瘦22.5磅咯。哇！咁犀利！係啊，唔使節食，唔使減肥喎，1400蚊一個月。嗯、喂，好撚多人會俾嘅喎，你唔好話我話喎，佢話4000都俾啊，有即係有啲即係經濟好啲嘅係嘛，咁我研究清楚先，如果係哇，我真係掂啊，真係我真係大撚鑊啊 ，OK， 好啦，我唔想講呢啲住先，因為今日我心情咧都好忐忑，點解咧？初選案我見到梁國雄等人啦，阿伍健偉佢哋啦，嗱阿正就冇科呢段料俾我嘅，咁但我相信阿正一定有睇啦，我真係咧。
真係百味交集，因為有些人我認識的，甚至乎我對他們 有些有好感、有些是崇拜過後，但後來有些即意見不同，譬如阿長阿毛哥這樣、但是去到這個位置，如果有任何人所謂在一個求情裡面要跪的，我真的不好作不好說什麼，雖然我不以為然，因為你問我如果是我會不會跪呢、但我見到譬如剛才我講暗劍位阿毛哥他們那些樣呢，即無論他有什麼意見跟我們不同都好，去到這些位置呢，我都不禁呢真的他內心呢，即是、我不想用喝彩啦，很悲涼，但是爭取民主就從來都是這樣。其實好像我們現在這樣，即是、躺平在這裡，所謂的鬥長命，某程度我們要承認我們是軟弱的，一可以做得什麼在這樣的法例底下，但我們心信不信這件事會不會改變呢？有些人說屌你老闆民主什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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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民主當然有很多問題，多問題到不得了，很容易有民粹出現，很容易有福利社會，但是即是 so far 所見到的都真的未必會產生到在極權底下那種重大的政策錯誤引致，喂，真的死人臨樓、就死人臨樓都要繼續推、那越不是越推越死、是吧？這個世界上人生真的匆匆幾十年而已、即每一代人，其實我們這一代呢，有時候我自己坐低想一想，我們真的太過幸福了，先不要說、我們可以見證著，特別是我啦，我年紀大概剩十幾年、由貧窮到富裕、社會即那些市政甚至乎很骯髒邋遢的變得好很多，由一個漁港或者一個做工廠的工廠來的，是吧？我小時候聽啲咩廣告啊？屌你咩白花油啊？乜嘢屌你咩糖十二減肥水啊？然後變咗金融城市，紐倫港喎、睇住個司法制度一步一步比較好喎、香港人慢慢逐漸，因為以前我哋根本都唔識人權呢一樣嘢，唔識啊！我細個唔知道有呢啲咩事，慢慢，雖然我哋冇民主，但我哋開始明白到，喂，人生而嚟，我哋有天生有個人權嘅。Okay, 我們特區政府都簽了這個聯合國的人權公約的，然後我們走回轉頭、是吧？老實說現在好與不好你賴什麼都沒用，就是說現在我們香港人生活得開不開心，就好像昨天、李顯華教授，是不是李顯華、李顯華教授他留那段東西夠不夠悲夠不夠涼，他為什麼他會 call 回，喂，比火車轆應該跟坦克車轆差不多，為什麼要 call 回這句話？坦克車1989年六四，這個是他那一代人的心結，他忍了下來了，三十多年過去了，你計到嘛，他59歲三十多年前二十多歲正當成年，就正正是在北他那時的年紀呢，就跟在北京的後生仔的同學差不多年紀、感受很大，好，但是我們始終是遠在千里之外，我也都理不到這麼多東西，忍了下去，但是原來他在臨死之前的告別他都會 call 回那樣東西出來，你說這一樣東西對香港人或者對那一代的香港人影響多深，然後他就說2019年之後他未開心過，兩個是環環相扣，這個是代表李顯華教授，也都代表我們一代香港人那種心結。當然啦，我就永遠不贊成人家選擇即係咁樣放棄自己，但佢有情緒病咁，你好難講啦，係嘛？有網友即係琴日都講過啦，喺佢嗰個遺書下面話，佢話我2019年嘅風波之後，佢未開心過。佢話我未開心過，啲網友就話係咪應該講我哋未開心過？咁話説咧，尋日咧其實係我太太生日啦，咁我竟然係完全冇準備嘅，咁係去到咧。大約是下午我太太兩三點回來說，喂，找到一間嘢食飯，找到，因為我有個時間問題嘛，於是乎草安排，是我老婆安排添啫喎。咁啊叫埋個仔出嚟啦。咁我仔咧係咁喺度鬧喺架車度，佢就因為邊有人慶祝生日啫？點？其實我都唔知係反叛定點，21、22歲就應該過咗㗎。佢話：屌，仲食埋啲咁貴嘅嘢啦，係咁喺度鬧。好啦，但係一去到咧，佢食完第一
隻蝦之後咧，係又喺度燒啦。咁我仔好簡單嘅，因為我仔唔知係咪似我阿爺啊，係好係比普通人米食好多嘅。OK， 即係你知道有得食就乜都得咁滯㗎啦嚇。佢話哇一食，咁我見佢啲表情都好過好多趟嘅，所以我成日想帶去食一啲啊，未必係貴嘅，因為佢哋根本都唔識食，即係喺好似話嗰日我老婆同我講，佢嘈咗幾日話咩咧？咁搞錯咖喱意粉，佢顛覆咗佢對食物嘅。認知，因為原來佢未食過咖喱嘅意粉，咁我覺得好奇怪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喺我哋細，因為我仔都讀完中四先去馬拉噶嘛，嗰陣時，喂由細到大，用乜嘢喺快餐店學生餐，譬如雞髀飯、雞髀耳，咁你通常會有咖喱汁啊，或者黑椒汁啊，或者番茄汁啊，洋葱汁、洋葱汁、洋葱汁，即係如果學生嗰啲啊，咁點會未食過咖喱意粉啊？我由細到大，我方温嗰陣時喺外文村讀書，我最撚中就係金馬。快餐店好像收了皮，金馬快餐店的，如果住外文村的朋友就知道的咖喱牛腩意粉，咖喱牛腩意粉、粉嶺意粉、薯菜啊，好撚正啊，不會要薯菜，薯菜好像蝕底一點的，一定是吃飯和意粉的。喂，那時候都是屬於便宜的，你現在牛腩就貴很多嘛，那時候真的差不多三元，我最記得三元定兩個多的，因為我form one那年上學呢，我給同學多錢的了，八元夠啦、啊、早餐 tea 唔係早餐 lunch 即係搭車，咁我仲有兩三蚊買包煙仔添、啊、即係其實就好 OK 啦。我即係因為佢未食過意粉，我都好奇怪。好啦，咁話算我哋琴日咧，我就唔特別推介佢啦，因為咧啊，但我琴日去到呢一間啊都會酒店，即係紅磡都會酒店啦嘅餐廳上面咧，咁我見到咦都有四五台客喎，連埋我咁啦，咁跟住我食完都食用即係黑 buffet 嚟嘅。我用餐咁上下，咁我行出去煲煙啦，即係行出呢個大堂。咁啊，個女仔咧就話：我結阿先生係咪washroom 你攞卡我？唔係我落低煲煙啫喎。我跟住我就見佢，咦都叫樣貌端好，咁啊搭下爹啦。我話喂，你哋生意 O K 嘅喎，因為四五台我覺得算 O K 嘅啦。今時今日真係又唔係好大間，係啦。佢話係今日咋，今日唔知咩事咁好生意啊。其實四五台喎都係。佢話我嚇咁平時點啊？冇咯，或者一台咯，成晚。喂，咁你真係好撚慘啊！都會酒店唔係，即係都會嗰邊一你住嗰度咯。佢應該咩㗎？多啦。咁佢話平時就咁屌，咁你講真啦，你做演唱會，你睇演唱會都未必會上到嗰酒店入邊嗰啲餐廳上面咁樣攤啊嘛，都即係就算你食 buffet 嗰啲下面六七嚿水，你都未必會啦。講真啊，咁佢同我講，佢話喂平時係冇乜客嘅，咁。我就真係覺得好蒼涼啊！喂，你知你邊個位置啊？你前廚嗰度，我望住個廣大嘅玻璃窗，望住個維港景色，係嘛？咁你話好貴咧，幾百蚊位咯，你食乜嘢都要啦。今時今日又唔係貴，佢竟然話平時冇客噶，一台啊，或者成晚一台咯，都要睇幾多百嘅嚇，五百以上就貴咯，五百以上啦，咁梗係嚇。咁啊，三個人食咗2100蚊啦，但係我覺得抵嘅。咁當然啦，我係用食物質素同埋環境嚟比啦。咁但係你話如果你就咁睇我食嘅嘢，啲人真係會覺得貴啦。但係真係唔貴嘅，因為我而家細食啫，我仔咪好抵咯。因為黑 buffet 佢個黑 buffet 嗰啲俾你任食嘅嘢，咪就嗰啲咩植物啊、炸物啊、魚生啊、魚生都係喎、串燒啊，咁你嗰啲可以食好撚多噶嘛。我仔咪話：屌，邊有人食呢啲嘢？八點叫鬆先去到嘅，六點嚟去到，我咪慢慢懟佢咯。係啊，係啊，咁你如果有係嗰啲年紀嘅，咁就去做，一定食得翻，一定食得翻。但我唔係想講嗰啲。咁啊，跟住我落去下面煲煙，我話今日十幾分鐘啦，但係呢個講唔講就唔講唔得嘅喎。我話見到一男一女喺呢個酒店門口度煲煙，咁個女仔望住我咁樣喎，咁我其實都大概知係咩事嘅啦。咁我專登兜我條柱度咧。然後咧，再同我哋打下招呼。佢哋話：哇，點解俾你嗰啲唔使做節目嘅？佢哋跟住我話：我冇，今日我老婆我帶阿生嚟食飯啫嘛。咁啊又影相又成啦，係我哋啲粉絲嚟嘅。咁佢哋兩位咧，原來咧就係喺下面，即係我食嘅下面嗰間嗰個buffet餐廳。咁大家知咧，嗰、那個 used to be 曾經咧，因為我係buffet王嚟啊嘛，大家知道講緊十幾年前啦。buffet王曾經咧呢一檔都會可入呢一個buffet咧，係。嗰陣時被譽為或者我自己選為計埋性價比咧，全港 number one 嘅曾經，但係好快佢就 drop 咗一段時間，哇！真係好誇張，我到而家都懷念嗰段時間啊！
真係哇多嘢食到啲嘢好味道，係嘛？咁但係喺嗰十幾年前嘅稍後時間都已經係 drop 咗㗎啦，我覺得嚇咁啊唔好講啦。咁啊又影相又成啦，咁突然間見到一條高大佬喎，條高大佬五啊零六啊歲咁樣啦，高過我添嚇，好高大嘅，我諗佢有六尺一二嘅嚇。咁就話使唔使我幫你哋影啊？因為嗰時係個女仔幫我同佢個 husband 定男朋友影啦。嚇、佢話我又幫你影張三個人㗎啦。咁啊，於是乎啊，好好啊，好 helpful 喎、嗰個人嚇。咁啊，同我哋影咗張三個人相，又教埋我哋喂，你呢邊個光線冇咁好喎、啊，你企翻佢後面啦。其實好容易睇到，因為側邊咁啊，企翻後面影埋啦。咁跟住咧，咁佢又係出嚟煲煙㗎嘛，佢冇火啊，話可唔可以接個火俾我？佢同我講、我望望個煙盒，咦咁撚有型嘅。屌你老母，有個好靚嘅，唔係貼紙嚟嘅，香港特別行政區嗰、那個區徽喎。屌鄉下，好啦，跟住我再望下件衫，成件衫一件好好靚質地嘅 T， 咁啊細細個白色嘅，細細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香港特別行政區，香港特別行政區，即係成件衫都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區徽。咁啊一著條一好稱身，一睇落去啲 cutting 都係靚嘅布褲啦、波鞋咁樣啦。好啦，咁啊。我俾個火機佢啦，我話哇你好撚有型喎、啊，我話嚇佢喺度屌咧，一身打扮都好時尚喎、啊，咁我其實我係探下佢乜嘢，點解咧？我而家要係咁 recall 我、因為其實我同個網友傾緊偈嘅時候咧，佢答咗一句嘅，嚇屌玩撚完㗎啦香港，佢冇講粗口㗎，全程、玩撚完㗎啦香港，好講得好，好啦，但係我見到咦一身咁樣嘅打扮喎、啊，喂。咁跟住咧，我話：哇，你一身咁嘅打扮，嚇、都非常突出喎，嚇、佢話冇，我中扮噶嘛，佢直情響到喎、你係爹嚟噶嘛，佢話我住喺度啫嘛，就指一指俾我，嗱、我唔知，可能嗰度有宿舍嘅，我唔知，唔係中督扮咁多物件，係啦，中督扮，我住喺度啫嘛，嚇、佢話，我話喂，咁你係中督扮嘅，喂，你係咪應該要反映一下？喂，而家香港嘅情況咁樣咁樣啊！佢話：屌，使乜反應啫？嚇、乜都知，跟住佢俾咗電話我，佢俾咗電話我。嗱、你有乜嘢 complain？ 係講廣東話都得嘅。啊！可以直接打去北京嘅。啊！直接打北京。係啊，北京嘅電話，佢真係咁同我講啊！嚇、咁啊，俾埋卡片我，咁我都未查夠呢、這個有冇呢個人，咁我唔需要咩啦？佢話北京乜都知，但係佢話：喂，咁我要更加要反應啦，喺度做。揾唔揾到阿維尼先？咁啊，即係嗱，我唔相信會揾到啦。係 ，OK， 佢就話嗱，呢、這個係佢琴日 accept wording 啊，我直接同佢講埋我個節目，真係而家喺度做，而家喺度做，因為佢認得我咧，原話後來點解認得我咧，就唔係知道我有冇做節目喎。太多投訴，唔係係十幾年前咧，佢話同我傾過偈，我真係冇印象。佢嗰次喺大圍啊嘛，佢大圍民主黨佢做咩勢，你哋去咩啊嘛？追擊佢啊嘛！我落嚟同你傾過偈啊，你唔記得啫嘛？大圍民主黨做勢，唔知做咩勢。其實嗰次咧，我去一講，我先記得，應該係咧民主黨其實有胡志偉啊，佢哋落去去辯論啊，大約係嗰啲辯論咧，辯論乜嘢咩房屋政策啊嗰啲咁嘅嘢啊，即係2012年啦。咁我哋落去睇嘅，我落去睇嘅。OK， 因為嗰陣時應該係有好似有胡志偉啊，我唔記得啦，又有Erica。即係等等啦，咁樣啦，好啦，佢又同我傾個偈，我哋咁好記性嘅，咁嗰啲下後話，當然有啲嘢我唔會喺度講啦，即係我將我講得嗰啲嘢喺度講啦，佢話中央你咪投訴咯，中央乜都知，佢唔會理你哋噶，港人治港啊嘛，你哋自己搞啊嘛，喂，咁我覺得話佢用呢一個態度嚟講咧，係港人治港喎，咁啊係啊，後來我翻去即係佢同我講嘢嘅時候。我係咁喺度接收啦，因為我要聽佢講嘢噶嘛。後來我諗，屌你咁係，咁但係問題呢個字我哋個人唔係我揀噶嘛。係咯，啊呢個係問題啊嘛。係啊，係嘛？屌佢話跟住佢咧，佢如數家珍。嗱、我個網友咧，嗱琴日咧同我影相個網友可以證實，但係佢聽過一陣，佢就同我女朋友離開。佢如數家珍，係逐件 case 日期都數埋出嚟。佢話好似23條咁樣。佢話喂，中央政府。叫你哋立咗23條，唔好顛覆國家啫嘛！你加埋啲咁樣嘅煽動族落去做乜撚嘢啫？啊！你哋自己加啫嘛，跟住數 case 啦，好似邊個，喂判咗48個月，乜嘢事？大陸都唔會，佢講喎，
嗱著住一套咁嘅衫喎，嗱後面後來俾埋卡片我噶，好啦，佢話喂從來你只搞死自己啫嘛，好似而家警民咁撕裂關係，佢話你班差佬嗱呢啲唔係我嘅用語嚟噶，左邊就代左輪，右邊攞相機係咁去抄牌，一個都唔放過。嗱今日咧我喺呢、這個漢法度食嘢，架車擺喺正學校門口，因為我真係揾唔到位，突然間有人嗌抄牌，我因為我望住我架車噶嘛，跟住個差人拎出嚟，我見到啲人個湧出去話喂阿 Sir 咩？我心諗阿咩 Sir 啫？我廢撚事啦，因為佢一咁我出到去就盞係換嚟，因為已經對住我啊嘛，對住我架車嗰個行車證啊嘛，又影噶咯喎，我何必要求你咁嘅抄咯？我擺得落喺個街度，我就預咗300元咁俾你，我暗定五嚿水出嚟食早餐，你出撚帳啊？啊！佢話喂你點樣？佢話你作為佢話你作為呢、這個啊佢真係咁講啊，作為出身警察嘅特首，喂你唔去去改善呢個警民關係，你而家做緊乜撚嘢？佢咁講喎，唔係我講喎 ，OK 啊？跟住當然啦，佢又講話，你知唔知北京而家有事發生？咁嗱，講關於呢一點咧，佢講嘅嘢就冇特別啦，就同我哋平時講嘅差唔多。嗯。啊，咁但係佢哋嘅認知咧，阿靜，我又唔覺得佢哋一定係比我哋多喎，因為佢喺香港咁樣咧，要佢都係收化風股啫嘛。咁都第一要睇佢中督辦咩級數，第二中督辦上夏寶龍去咗港澳辦之後，個級數同以前都唔同啦。係啊，咁嗱，咁我好幸運，我覺得佢好幸運嘅，我唔講咁多啦。佢話我仲有8個月退休，退休之後我就會去邊度，我唔講啦，費事啦，係嘛？人哋估到佢又高過我嚇，咁我話哇，咁恭喜你喎！佢由張晉新年代開始，張晉新係90年代頭已經喺度啦。咁、如果一計，佢咪即係20多、20、20頭咪落嚟，20頭大學畢業咪落嚟香港咯，係嘛？佢話我係半個香港，我自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嚟㗎。佢話我哋好一樣個報告寫上去。至於上面點做嗱，佢咁講嘅。喂，我哋都控制唔到。咁但係佢嗰句咧，哇！我喺度嗡嗡聲啊！屌你哋自己玩死自己啫！我下山幾好多嘢㗎，佢講好多嘅，包括有啲 case 講開。佢話：喂，你去 ICAC 報啊嘛！我 ICAC 會唔會做嘢啊？而家，佢話梗係會啦。跟住又講啲 case 俾我聽。咁但係我佢嗰度講，我心諗話：咁你 involve 都好深喎，呢啲嘢你都知。佢知又未必代表佢。我知，但係你呢啲嘢你都知，你 involve 咗落去啦，即係話喺個咁。但係共產黨佢一定會 involve， 即係會知啦。但係仍然係堅持，你哋港人治港啊！你要自己嘅搞埋乜嘢？屌你咪性愛下令營，你哋自己搞掂佢。就係佢，即係我講緊蔡若，因為我講開蔡若蓮啊嘛。佢話：你哋自己搞掂佢。喂，而家香港走咗嗱，佢講啊，佢講啊，香港走咗100萬人。嗱，政府嘅數字唔係㗎，政府數字又話50萬人啊，又呢樣嗰樣啊。佢香港走咗100萬人，我哋點樣填？嗰啲人係乜嘢人？啲質素？中央俾人落嚟用乜嘢啫？你能唔能夠去明聽翻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咧？你自己搞自己啫嘛。嗱，佢講啊，我若有半句，我真係全家死全啦，有半句虛言，係嘛？唉，咁啊，你聽見咁講嗱，呢樣嘢同我哋平時所知嘅，所以我頭先話冇乜特別認知上面嘅分歧。不過由佢呢一類人講出嚟咧，你又會更加感嘆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新東呢嗱，新東唔止呢五個㗎嚇，咁但係呢五個人咧，即係開始即係求情係邊五個咧？喺今日就係呢個梁國雄、朱海迪、張可心、黃子宇同埋伍健偉。咁伍健偉咧冇揾律師代表佢，自己陳詞，佢話自己屬於積極參與者，佢自認係積極參與者。他認為35+呢個初選計劃咧喺陽光底下進行，係眾所周知嘅計劃，有清晰明確嘅手段同埋目的啊。但係只話要達到無差別否決預算案咧，係單靠我哋47個被告根本冇可能完成啊，需要廣大市民向我哋授權咁講。佢認同本案咧或者會導致憲政危機，但絕對唔同意係憲政災難，因為基本法清清楚楚寫得好清楚啊，授權俾政府可以點樣做嘅？假若有呢一個憲政危機嘅時候，咁你咪特首辭職咯，咪你咪解散立法會咯，再選過咯，啊冇問題㗎，然後咪試下通過財政預算案咯，再選過有民意授權啊嘛，再通過到咪冇事咯，通過唔到你咪辭職咯，冇問題㗎，辭咗職我又有
即係又會有個 acting 嘅，然後又再選個特首咯，冇問題㗎，好清楚㗎。我冇讀，我唔讀基本法㗎，我都知道，我又唔知道有乜嘢憲政危機啊，又唔知點樣顛覆到個政權，仍然牢牢咁樣喺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手上面啊。咁佢咧話，2022年6月，阿伍健偉話佢係表達個認罪意向嘅。OK， 咁睇翻法庭資料咧。嗰日咧就正正係本案開審嘅首日，正式喺法庭認罪，即係話正式開審嘅第一日，佢就已經係啊認罪啊嚇。好啦，佢話2021年1月嘅時候咧，阿伍健偉話被捕先知道係35+係違法嘅呢個計劃。其實我哋普羅大眾真係唔撚知嘅，點樣違法都我而家都喺度諗得好緊要。佢認為如果呢件事係明確嘅違法行為咧。相信政府就不會在計劃實施超過半年之後仍然沒有任何執法行動，是的，這個阿權文我覺得很合理，明法行喂，我隨地吐痰，你拉鳩我咯，即時為何要半年、法官李運騰就反駁，他說喂，考慮判刑，因為其實這個是求情來的嘛，所謂我不需要考慮警方拘捕被告的時間，只要在控制涉及的時間裡面，被告是否知悉他的行為可能違法？我又可以代阿伍健偉答阿李雲騰咯。在你所知的控罪涉及的時間入邊，被告是否知悉個行為可能違法？他咪話其實他不知悉咯，係直接被捕的時候才知悉咯。我都不知道李雲騰做乜撚嘢，即係叫做即係唔鋸啊！即係覺得人哋講得咁喂。文通理達，於是乎你覺得好唔鋸，係要揾啲嘢講下。OK， 好啦，李雲騰兩度追問，咁你有冇悔意啊？你係咪冇悔意啊？伍健偉話：係，我冇悔意，我願意為自己嘅行為負責。哎呀，慘啊，慘豬豬啊！我唔係話，因為佢伍健偉冇悔意，可能要受足我冇減刑啊，而係啊，李雲騰兩度問佢。他就希望你話，你有悔意好啦，不過你咁遲悔意，我都未必減你好多，又可以俾佢咧顯示到佢嘅官威啊，或者佢嘅仁慈啊。哎呀，你冇悔意，好啦，佢話咧，但係咧，我只係後悔。李健偉話，我不能夠同選民共享信念同埋價值而道歉啊。咁啊，陳慶偉就話，既然你冇悔意，扣減刑期會比其他人大大減少嘅喎。咦，咁講即係話其他人會有好多扣減假期？我睇下，好嘅，咁啊睇下點咯。當然啦，屌你，淨係老實講啊，你扣幾多都要即刻放人啦。你咁樣拋法，一塌一時又春袋痛，一時又賓州行，幾時先判到刑咧？搞得你啊，都拋10年8年啦。拋完10年8年嗰陣時，你算衝判10年啦，都要放人啦，係嘛？喂，你話喂唔係啊？拋唔計噶，還額都得噶。啊，好啦。至於張可心嘅代表大律師阿伍永山就話咧，張可心都係屬於積極參與者，咁佢有求情嘅。佢話喺還押期間咧，經歷喪父啦，個仔出世啦，個仔已經3歲啦，接近3歲，拋足3年幾啊。咁啊，伍大狀就話咧，明白案中計劃一旦實行，到底嘅嚴重性，已經深刻反省。他希望盡快完成博士學位，盡快復完刑之後，以家庭作為人生中心，照顧高堂，愛護妻子，共同養育兒子成人。我對呢些求情是沒有 comment 的 ，OK， 我絕對亦都不會去鄙視他，係嘛？尤其是嗱，點解我對呢些人咧，有些咧，好像你覺得是兩重標準咧？嗱，有些咧，譬如行動比較積極的，口號嗌得比較。大聲的好了，然後去到判刑求情呢，其實我內心即係我講我嘅説話啦，我真係有啲鄙視，屌你老母，係講到咁撚樣，求乜撚嘢情啫？我一定做個 statement 㗎啦。雖然喂受唔係你，即係唔係我受，我心會有咁諗，但係對呢一單案，我又會再寬容啲喎，因為講真。即作為一個正常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，你在當其時參與一個初選，你真的不覺得自己犯法的嘛？我都沒想過去挑戰你的政權或者推翻你的政權，我沒有的嘛。怎知你突然屌你這麼大鑊？哇！屌你10年8年，說到有些人說到最 worst 的，那我腳軟求情，
會合理，因為我冇諗過要付出咁大代價噶嘛，佢有計數噶嘛，即係你喺呢個行為上面啊。好啦，咁另外咧，阿五大狀話咧，張可心有悔意，冇案底，重犯機會係零啊，希望喺三分一認罪扣減以外咧。基於佢良好品格同埋有悔意，有額外扣減，咁呢個係好合理嘅求情啊！大狀佢，黃子瑜，黃子瑜都幾靚啊！代表大律師阿潘志明咧就話啊，黃子瑜咧啊喺2019年11月18日報到案罪成，希望部分刑期同期執行。咁我覺得應有之義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法官陳仲恆就話咧，黃子瑜咧喺暴動罪保釋期間犯案。李運騰就認為保釋期間犯案是加刑的因素添啊，咁啊，潘志明就話：喂，黃子瑜所謂犯呢單案其實根本就唔知初選係違法喎。嗱，呢一個係 point 嚟噶嘛，即係我希望咧，即係各位國安法官咧，喺考量即係我講呢啲説話係咩啦？真係好似當年阿成哥咁話：喂，大佬，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啫？有陣時唔好話網開一面咧，即係從輕發落啦，係嘛？好啦，朱海迪同埋梁國雄嘅代表律師就話提出咗書面陳詞，我又唔知點解佢哋上庭。OK， 即係我唔覺得話法庭會驚佢哋俾 statement 啊，書面陳詞。朱海迪嘅代表大律師咧就話：朱海迪嘅案底包括2020年嘅六四集會案、七一非法集結案，而本案咧係喺七一非法集結案，即係2020年啦，保釋期間干犯嘅。至於咧謝文年咧，就喺社交媒體上 Facebook 啦、IG 啦，就發布咗喺庭上冇讀出嚟嘅梁國雄嘅，我唔用求情信我用尋情信，我諗會適合啲啦。信中阿毛咧就話，自己由70年代開始參與政治運動同埋社會抗爭。但是直到今時今日咧，其實仍然有好多咧嗰啲斯文人啊，所謂受教育嘅人咧，都對阿長毛咧嚇嗤之以鼻，個身好臭啊！用呢一啲嘢嚟去衡量一個人，你話咩呃公屋啊、飲酒啊咁嗰啲，喂，講真，人無完人嗱，你識毛哥啦 ，OK， 起碼佢冇跪啦，譬如佢話最尾。臨尾去參加初選，其實我覺得佢都真係個進退係唔係好識拿捏嘅。你問我啊，但係去到呢一刻，佢都冇跪低去乞求你嘅，即係寬大嘅判決啦。佢由70年代開始佢開始參與政治運動同埋社會抗爭，希望改變社會不公，爭取民主自由。一路走來50年，黑髮變白頭，長毛成短毛。自由人淪為階下囚，我都是秉持這個理念行事。長毛說自己無論是一屆草民還是立法會議員，都是當仁不讓，透過制度內外的各種抗爭，由示威遊行、議會拉布、司法抗爭，到五區總辭、變相公投等，爭取政制民主和社會公義。他說他在昔年擔任立法會議員的時候，已經多次反對政府的財政預算案，抗議政府重富輕貧、戰視貧苦大眾，尤其在財政充裕、社會日漸高齡化的時候，拒絕在預算案中撥款設立這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。他對於未能推動政府改革、辜負全港160多萬的長者呢，一直深以遺憾。常務坦言參與35家初選的計劃，是因為多年的切身體驗，明白需要在立法會裏面和志同道合者取得過半數的議席，先有足夠的壓力令到政府推行惠及民生的社會政策。五大訴求裏面的實行雙普選更加是他多年身體力行的目標。他說無論是35+還是35減，最重要的是持續弘揚抗爭不息的精神，爭取香港人最大的動員，共同改變不公不義社會的現狀。他說知道法庭對他的判罪有理由的，當初認為立法會議員否決預算案屬於基本法早已定明的憲制權力，基本法亦都有處理憲制危機的程序，令到行政長官、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一起面對選民壓力，
彼此作出適當的舉措和互動去解決爭議。梁國雄說，構成特首面臨下台的憲制危機，需要經歷兩次立法會選舉的民意授權，缺一不可。既然否決預算案有全體人民受益，行政長官為何不能在立法會首度否決時順應民意推行改革呢？如果執迷不悟，仍然需要多一次人民授權才會面對下台的困局。因此呢，議員兩次行使否決權是民意依歸，只是彰顯200萬遊行市民的民意順從660萬初選投票者的民怨。他說他終身信守權力歸於人民的理念，今日我雖然成為階下囚，但我無怨，我堅信人民大於國家，人權高於政權，唯願港人莫忘莫失，爭取民主，去守護公義。這樣說，唉，你說香港人多能悲啊。喂，休息一會。